我大概可以理解了，因为理想和现实没有办法兼顾，对吧？是啊，只要在捷运车厢里看看，几乎每个人连头都抬不起来，不是忙着在玩智慧型手机，就是只顾塞着耳机听音乐。国乐的那一种细致美感和意境，现代人根本没那耐心感受。是啊，连对婚姻的承诺都变得跟手机的忠诚度一样，看见新的就想换。哎，反正脸书上还那么多朋友。哈，也是啊。哎，你也玩脸书啊？哎，加一下，加一下。阿神，你也种菜啊？我最近在玩史努比。哇塞，哎，你真的清楚他们所有人的情感状态呀？我是乐团经理呀。哎，不过我听说你跟你丈夫还有小孩的关系好像不是很好。哎，没有关系啦，我也是这样。关你屁事！哎，小张啊，哎，张，现在只剩下那一位躺在医院还没有清醒的小 P 小姐了。小 P 应该是意外吧？很像是意外。很像？什么意思啊？你记不记得那一天我们去团长家有看到什么吗？团长家看到蛮多东西的。那你有什么印象？一个独居的中年宅男。你觉得对一个独居的中年宅男来说，是不是太干净了一点？他房间不会太干净啊。对啊，他房间不干净，但是他的客厅却很干净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哎，应该是整天待在房间，不常用客厅吧。而且我还发现他碗柜里面的杯子。哇，徐昂，你还真仔细耶。他的杯子是倒扣的，而且层板上面还有一圈水渍，那就表示杯子还没有晾干就放回碗柜里面了。那啊，那就是不重视细节的中年宅男。可是这样子的杯子有5个，而且那位小 P 小姐也几乎是在同一个时间晕倒的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哎，你这样说还真的蛮奇怪的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不然等一下我先去医院问他什么时候送医的，顺便再问他醒过来的几率。好，好，那我等一下去一下漫画王好了。好。漫画王为什么？那个海贼。哎，学长。那个欧阳刚刚有加我的脸书。我想说，我上网去看一下他们团员之间的聊天记录，说不定会有什么线索。哇靠，学长，你朋友真多哎，这么快就跟他们这么熟了？还好，还好。哎，快去吧。好 ，OK， 待会见啊。哎，朋友多有什么用？圣诞节还不是一个人过？哎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Metro Airways Flight 566 is now ready for boarding. 16. Metro Airways Flight 566 now boarding. 16.喂喂，啊，你是走去倒位？我想要一个人出国去走走。走走，是要去倒位走？不知影。什么不知影？啊，你一个人？不是有小三哦？你看现在安尼，敢有可能？啊，到底是安怎啦？要不要回来聊聊？没关系，我想一个人安静的出去走走。不跟我一起跨年啊？弄几岁啊，还跨年？啊，你要去多久？不知影。会回来不？会。乐团那边怎么办？你帮我请假好了。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回来，要怎么请啊？我好了好了，我先帮你请一个礼拜，你要有带哦。
油。记得早晚各一颗，不要吃太油。秀芬，对不起。干嘛对不起啦？我还宁愿你有小三，说不定还开心一点。谢谢。谢什么啦？你当时变个家里有礼貌。再见。哦，再见。
小凤，很不好意思，我之前跟你提分手，我这次昏了头。我这一天想了想，你还是对我最好的女人。不会，不会，我被过了几天之后又要跟你提分手。我这样讲，他会很生气的，会不会太随便？小凤，我们结婚吧。他才刚对婚姻失去了信心，我却利用这样的借口，实在太没良心了。小凤，小凤，我好想你啊。开心哦，能躺在这里跟你一起过年。哎，你怎么了？
是不是因为考虑离开乐团，把自己弄得很烦躁？怎么可能？我又不是以前，我还能活几年我都不知道。我日子过得爽就好了。我想离开，我还是会离开。我才不要像你站着茅坑不拉屎。我有拉隔虎啊。哦，你很恶心哎。你不觉得站着茅坑又有钱领的感觉很爽？我宁愿没有钱，也不要待在这个又闷又臭的大茅坑。嘉怡，你绝不对今天我们很聊得来。是吗？那我们聊得来的扣打已经用完了。还好没有跟你在一起，真是没有情调。别这样子嘛。你知道问题在哪里吗？不知道。真正会讲笑话的人是不会在讲完笑话之后还说刚刚笑话很好笑。也对。这次是我们最后一次了。那个团长的事情怎么样？我说过，你不要把这件事情和我们的交往混在一起，我会觉得这是威胁。我没有威胁，只是好奇。是啊，狡猾的好奇。我说过了，这样才能保护你啊。这不是保护，这是压力好吗？我也觉得有点压力。刚刚一直提茅坑，还真的有点压力。我去上厕所。泡个澡，舒畅多了。要不要帮你按摩啊？不用了。干嘛突然那么疏远？不是，这按摩很累，我只是希望你多休息。是因为小 P 醒了吧？昨天你是跟小 P 一起去跨年的吧？舒服多了。哎呀！你不要每次提到小 P 你都不说话，你敢不敢？公开我们的关系。我们要不要公开我们的关系？公开？你现在是说我们合照一张，然后PO在脸书上吗？嗯，不是啊，我只是跟几个好朋友提一下而已。我们说好不谈这个话题的。抱歉，可是小 P 现在这样，我怎么？好，我们来谈，谈完这次之后不谈。啊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不谈。嘉怡，你今天好美哦。小 P 现在这样，那我呢？我的这两年呢？这个礼拜是我这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。他现在很需要人照顾。照顾？难道我就不需要吗？你应该很清楚，这不是二选一的问题。我很清楚，你是个自私的家伙。对不起，我太自私了。不，是我太自私了。别这么说。别这样说。我讨厌你这副无辜的样子。你明明知道，你越是这样，我越是不忍心去责备你。哎，你怎么哭了？小 P， 怎么了？是不是又不舒服了？你现在方便过来一下吗？别闹了。你不要碰我啦！你那边好吵哦。哦，今天乐团放假，我回桃园了。哦，那好吧，
等你回来再说。还是要不要电话里先说？你昨天也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。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我是不是刚才说错话了？你不要讲话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你